看细细的盔甲在心里。是啊，你把它拍死，拍死，现在嗯，走。好。那不然咱们看这些东西，它都在磨。哦，弄到啊，盔到这个呀。弄东西盔到。哦，这两个干起了去了，啊，这个干起了。我盔子在盔甲了，我给它盔盔了。掉了。哎，那你到底要不要捞？好。要不直接停在底下吧。哦，这个先开了。对，那你等等吧。嗯。等等等等，这等等好不好？嗯嗯嗯。按点动。一袋的，哎，不，不是哦，一袋袂得。这较袂得。嗯。哦。要不咱们等。嗯。要按点动，你这个是点起的行？你这个点起的行？点起。哦，点动这个咯。啊！你抓到整个整机了？整个这两机熬下来先。嗯嗯。咱拍来个细的。好。哦，只要拉紧一点，不然会就是等下绕到那个花轨上。这个怕干燥了，咱这个比怕的。
这个可以点。打孔选择。嗯。哦。打开。打开，打开。然后。哎，你叫。看见不？哎，有没有？后压棍了。后压棍是吗？后压棍，后压棍这边也有是吧？嗯。后压棍。后压棍，后压棍。嗯嗯。兄弟呀，我咋这个好像没你？没没。没事，好，不能按宝。啊，后压滚压上啊，然后点动。继续拉伸，把往前拉直。啊，打孔刀。嗯。感觉比同事简单哟，这个可以。哦。你能分的。对的，红色棍头啊。嗯，红黑色的棍下面穿上。这是阿多几个棍啊？这几个新新的棍子哦，前压滚升上来。嗯。好了，记得给阿伯。好，哦，这个再来一次。哦，好，好。再来一滚哦。好好，压滚压往下压。这点动吗？嗯。点动。嗯，那后面那一层子也要穿一下。我去车间拿，你对着他哈，他干嘛你就拍他哈，跟着他拍他，对对对对对，拍着他哈，拍着他哈，我去拿。对，但我拉着长的时候，这个把它分起来。啊？你怎么不好搞？
走那边那个。啊。好，来，我们爬到这边。然后这个坐上去，压滑棍，压大棍压上。你走到这边吧。它这个地方，放到这个地方。你，我这边没关系。然后这个压上去。钢琴琴要先压过去吗？下面的，下面。哦，好。到底啥？好，这边一间豆子了，先生。哦，从这边就是。在上面那边，在这边，站在这边。哦。这些慢点都能凉了，兄弟。咱这边压在凉气了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来，大概卷一下，再卷一根给他。我卷几根呀？我多卷他了。好的。然后再打上那关下去。换卷吗？啊，换卷。好。哪都能换的，知道吗？嗯。没关系。我有机动。移动了。